欢迎来到安利植物研发中心，这里是安利全球唯一进行有机种植研究的科研示范基地，整体占地714亩，经过2年时间已经建成了完备的研发平台。这座半圆形的建筑就是农场中心红邦楼。红邦楼的主体是一个农业研究实验室，实验室里配备了国际顶尖的实验设备，可以进行植物营养、植物生理、植物化学、分子生物等多个领域的实验研究。安利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兆良院士合建的院士工作站也在这里，科学家们将针对当前中草药植物有机种植技术面临的关键问题展开合作研究。科研温室紧邻红邦楼，占地2000平米，温室为全钢玻璃结构，温室配备了强大的中央控制系统，智能探头及气象站。温室主体分为6个独立的房间，可以满足不同项目的研究需要。这些设施能确保植物的生长全程可控，从而保证了实验结果的精确有效。农机仓库，存放和维修农机设备。这些进口设备代表着国际一流水准。这里还配有药材加工设施，可以进行研究材料的清洗、干燥、切片等工作。植物研发中心现有约500亩的研究用农地，经过几年的改造和建设，可开展不同类型的农业研究项目。在这片纯净又富有活力的土地上，将种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草药用于科学研究。这里将不断发现新的技术与配方，它们将成为新产品、新契机，给安利的未来注入源源动力。研究成果与全球消费者共享，自然的精华，科学的精粹，在这里完美结合。